洋蟹着苗啊，这个洋蟹着苗已经冬天的时候买过，这个时候今天头一回看到有人卖，我就买了。它跟葱味儿不一样。挺辣，但是它的葱味特别浓。这就是小羊蝎子。有点辣。哎呦，平时圆着那种不一样，根儿特别长，但是特别嫩啊！哎呀，还有水能辣，但是不那么辣。啊，太好吃了！都淌水了，先吃辣椒啊！这怎么整？最爱的茄子，今天逮一个胖胖的这个苦瓜，感觉它一瞅就水灵啊。里边怎么红心了呢？这是苦瓜吗？它还挺苦啊，跟我平时买的不一样。这什么品种？换成水灵啊！这个必须得显摆一下，这个是新品种，这个小生菜看见没？就这么大点儿，然后去籽去籽的。它很苦啊，但是挺好吃，多小多嫩。今天的菜老新鲜了，好吃。唯独吃这玩意儿香去了，比肉都香，真的。来一个莴苣然后那个都说这个生吃蘸酱也好吃。挺嘴灵啊。
有一种黄瓜的感觉。像大甘蔗似的，这个辣椒必须排一个啊，这老大了，看辣不辣啊？还行。皮挺厚，挺那个水的，来一口根儿啊，根儿真的辣。还行，能接受得了。来了，宝贝儿们啊，今天又淘一个新物件，这个是大妈家园子里头的薄荷啊，特别特别嫩。来一个啊，它的味儿特别独特。哎，好吃。我感觉它有点树叶那个味儿。